首登马祖选红鱼，出门游玩没问题。本集节目感谢红鱼海运赞助播出。争取最后胜利，胜利！哇，这两只石狮子好可爱哦！我们现在要去他们这个青壁的天后宫，这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神明，它有多特别呢？就是这么特别，铁甲元帅，有啊，满满的青蛙，青壁天后宫，滴水兽，它在整修啦，所以它里面是空的，而且还没有围起来，它里面是空的。哇，哇，伊拢较早分家呢，你看。天后圣母，铁甲元帅在那边。这个过他生日的时候都会办大戏，然后办大戏不是请戏班来哦，是他们自己去学京剧。我们刚刚看到铁甲元帅是他拟人化之后，其实他的原来的样貌就是一只青蛙。阿银在供一家青蛙起供，这一个村算是守护神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铁甲元帅的庙，他这在是整个庙后面的一个小巷里面，而且听说只有一个人进得去，所以我们包包要放下来。揭开机标，哇，是真的有点小。铁甲元帅，不好意思哦。我大概只能伸到这个样子，因为没办法再过去了。哦，这是铁甲元帅开机标，好可怕。哇，丢得远！哎，十块呢？但是我刚好十块呢啊！嘿，啊，嘿，差一点点，差很多，差到可以进行三十块，哎，赞助分秒同赚啊！哎，哎，没了，客气客气，哈哈哦，这里有一间好酷酷 Seven， 哇！天啊，它的招牌就一个这个而已，然后整个都被书包起来。钱币门市，欢迎光临。我进不来，你卡住了。这个门只有这样。你看它的墙壁还是这个呢，石壁的呢。奶奶啊，你不吃面包哦？有啊。这么想法的你。和平，有钱人的房子会比较整齐工整，因为他要多花那个工啊，去把它砌成正方形，然后多花那个工去把它做排列，所以他们这是花比较多钱盖出来的，就很整齐。现在开始看到碟就不一样哦，碟的概念。现在要去看那个喝给他靠杯，他们家对，喝给他靠杯，喝给他靠杯的这个石头的，有啦，对。这不是现代用的哦，这是以前就长这样哦。架秋钢的哦，架秋钢的哦。这是蔡迁的家的，听说是。其实它上面有雕刻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这种房子上面还有雕刻，你要怎样刮好个？来，我们现在这个景点是观光客景点，亲爱的大喇叭，它就一个不知道什么原理啊，从那边讲话这边就很大声，啊，跟那个对岸的亲爱的同胞们，阿贤要放音乐喽，好难。这首歌放下去雨变大了，大家干嘛来啊？全台湾，全世界马祖，全世界最小间的马祖庙，最小间的马祖庙，天后宫。哎，不是我讲的哦，因讲的哦。
一共还好，全世界最小的天后宫。哇，它就是这样子在海边的一个小小的庙。没有，我是想要说它这个滴水兽很像被吓到的感觉，这样子。我拍不出来，他们的门神，哇，真的拍不出来啊！拍出来，门神有没有？这个是千顺将军，对，是千顺。他这边，哦，有没有？它里面的大小大概就这样，哦，好出来就这样。老长公，造型看起来像那个什么拿督公，哦，马来西亚的拿督公，你现在脚昏了。来来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北北尊龙庙，然后这间庙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，我们先上去看再说，它整个封起来，上不去，它这个叫隐藏版的玉露啊，就是说它本来是这个原来的样子，哦，只是它上面又盖了它的庙顶，所以把这边整个封起来，但是最有趣的是它居然还把这个保留下来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上不去的庙。这个北北尊龙庙，我前面就有看到很漂亮的海。OK， 海马尊王。再看这里一样也有奉祀那个南京先生。哇，南京先生可见真的在这边。对，在这里是受到很多人冠名敬仰。南京先生。对，大这边是反光，有点拍不到神尊哦。这是他们妈祖一个算是元宵那个百名文化祭的主角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个安导的频道，他会拍一个很详细的百名文化祭。哦，因的是元宵节刚好会有很盛大的一个庆典，来跟他的公鸡到处跑，哦，这次在绕境这样子。然后我有一个叫做烧马粮的仪式，讲白就是客棍，然后就是烧马粮，就是要给那个北边准龙的那只马，因为也是有一些传奇故事啊，就是说以前种稻的人会听到马蹄声，然后他们的稻就被吃掉，然后就是说哦，北边准龙会加倍需要食物，哦，所以说会有一个这个庆典。我们第一天北竿镇的时候在逛庙宇，白沙圣境。嘿，这间庙是在拜平水尊王，我真的都没听过，新盖的很新啊。平水尊王庙，平水尊王，还有他的夫人。哦，这三尊神明组合在一起拜，真的少见了。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公鸡，金爪也不太一样。每一片都是金的呢。哦，眼睛闪到了，好亮。这个炮台湾看不到啊。我们台湾看不到这个炮啊。哦，对，大陆的。很像饼干，有没有？这其实是连跑哦。巧克力啊。这很特别，因为这个风俗民情不一样。哎，接下来这间应该是我们今天北竿行程跑庙最后一间了。这一间庙很有趣哦，全马祖就只有这一间庙可以在里面睡觉，在庙里面打地铺哦。它这算是一种预知梦，我觉得算是一种祈求神明，然后你就在那边睡觉，然后做着梦，啊，赶快去跟表公讲啊，表公就帮你解释解签。如果最后你的这个愿望有实现，还愿的方式也很有趣，就是准备一组新的棉被枕头来还愿，然后下一个来祈求的人就会睡那一套。哦，他们这边点香是拿那个纸去，他先净完身之后再点香，先净身再点香哦。对，所以他们的庙前面都会摆这个鸭子，就是这样来点香之前先修几张金经嘞，然后再去点香。很多庙看到装鸭来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净身的意思。净哦，欸，很讲究。虽然是摩林宫庙，但是它的正殿是观音大士，然后它的龙殿才是摩林宫。
然后它的虎鞭这个很特别，他们叫做羊虎殿。其实它的神尊下面是叫做羊虎大人，只是它这个整体叫做羊虎殿，然后上面叫做羊虎爷。龙鞭就是我们这次的主神吼，五灵宫。啊，这算中是这个咱福州哦，福州的这个信用哦，啊，就是咱讲的讲福大地啊。五灵宫前面它的配饰部将，这就是高七爷，所以这位七爷是姓高，不是谢将军。啊，另一边他叫做红八爷哦，我们的八爷他是姓红，不是姓范哦，所以说他们有这种七牙背牙哦，多利牙，他们的姓氏不一定是环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北干庙宇的巡礼就到这边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坐船去南干哦住民宿了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